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始。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近期看到最多消息就是各种的跨年演唱会的官宣了吧？小编对今年的跨年演唱会的阵容其实也是不少的追星族所期待的。毕竟像这种大型的演唱会都是豪华阵容上线的，像近期的小编呢就关注到了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阵容官宣，还是很吸睛的。之前江苏卫视其实已经官宣了一波阵容了，但是这么大型的演唱会的官方呢还是要卖卖关子的嘛，所以因为还未官宣完这次跨年演唱会的阵容，所以小编也一直关注着。在近期呢，官方发出了这样一张照片，不得不说呢，小编觉得这张图片也太好猜了吧，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谁了。卖关子的官方也官宣了最新的阵容消息，小编呢光是看到周深就已经是不淡定了。不过看到卖关子的官方，想必大家都有想到周深会来了吧，毕竟周深的代表作就是大鱼啊，那张照片完全就是给了暗示会有周深加盟，这下是实锤了吧。周深这位男歌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位歌手虽然是新出道的，但在这娱乐圈当中呢，周深的人气和流量还是很不错的。小编一直对周深的印象都是很佛系的那种，在这个硕大又险恶的娱乐圈当中从来都不争不抢，但是呢却默默发光。周深的歌曲相信在如今已经进入到了不少年轻人的歌单了吧，尽管是刚出道不久，但周深的实力都是众所周知的，那副独特而又清澈的空灵嗓音，小编感觉圈内没有男歌手会有这样的技能了吧。这次加盟跨年演唱会真的是备受期待了，但与此同时，不少的网友都在直呼想要看到情深深再次同台。今年大火大热的其实不只是明星，像周深和李克勤的情深深组合在圈内呢也是大火大热的，这对于黄金搭档在大家心中呢完全就是不可取代的感觉。小编对这位三位的期待值也是很高的，看过我们的歌这档节目的小伙伴就知道了为什么大家对于周深和李克勤的合作那么期待。周深和李克勤这俩人的合作完全就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大家都知道啊，这对黄金组合无论是怎么说都挺养眼的，而且两个风格和嗓音不一样的歌手演绎出的歌曲完全能够让耳朵怀孕的节奏。李克勤这位男星之前呢就已经官宣了阵容了，但是这回加上周深，大家都希望他们来个同台。在近期跨年的采访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克勤对周深的演技还是做了不少的评价。首先就是说到周深的嗓音了，李克勤说到自己嗓音和周深呢完全就是两个风格的呢。周深的空灵嗓音确实是很高而且很尖的，但是李克勤的确实是比较的低沉和浑厚，搭档起来简直完美。小编在采访当中说到，希望自己的情深深组合是一个可以给观众们亲切感觉的组合，而不是以前辈后辈相称的组合。其实看得出来李克勤对这个组合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这两位合作起来确实是很吸引大家眼球。对于这次跨年演唱会的舞台，小编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了，全网都在期待情深深组合再次合体献唱，想必在屏幕前的你们呢一定会很期待了吧。就不知道这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能不能满足我们了，让我们敬请期待吧。最后对于情深深组合你们有什么看法呢？看到这两位都加盟了跨年演唱会当中，是不是瞬间觉得跨年演唱会又多了看头呢？此外还有网友们期待李克勤周深朗朗的三人组合，如果成真那可是世上最强合体了，相当期待哦。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